从2000年的盐业生产中走来，自古被誉为川省精华之地。今天，肩负建设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示范城市的国家使命，自贡重振雄风再出发。从古老的井盐之都到中国西部化工城，再到三线建设，历经改革开放40余载，自贡因产业而立，因产业而兴，孕育了厚重的工业文明，涵养出独特的城市气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自贡在深入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中，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统实施1743战略举措，奋力迈上再造产业自贡，重铸盐都辉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贡的新征程。建设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示范城市，成为新时代盐都人的共同使命。盐都大地活力奔涌，生机盎然。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千亿级产业集群效应凸显，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灯饰照明、电子信息、能源化工等产业加速崛起。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创新发展示范区蓄势待发。自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四个省级高新区经开区建设如火如荼，成为推动成渝经济圈南翼跨越的重要战场。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接踵而至，共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科创中心自贡基地、中国西部科学城自贡科创园加快城市。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为产业发展开辟更大空间，广聚天下资源，广纳四海英才。古老盐都成为川南渝西创新创业创造的新高地，为全国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做出示范。自贡浴火重生，一座现代产业之城华丽绽放。昔日蜀道难，井盐难出川，今天自贡正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物流枢纽的重要节点。川南半小时通勤圈、成渝一小时联动网已然成型。多式联运通江达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日益完善的交通体系、市场体系，作为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自贡，区域性物流中心地位愈加凸显。这座自古就没有修筑过城墙的城市，历史上各省客商云集于此，富庶甲于蜀中。
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也为这座城市铸就建诺守信、匠心营造、创新开放的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迈开建设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示范城市的铿锵步伐。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激发出强大的市场动力与活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透明、规范、优质、高效，一切围绕企业，一切为了企业，一切服务企业，让企业放心，人才安心，发展顺心。全国首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让自贡站到扩大开放的最前沿。20万自贡彩灯工匠，让天下第一灯送往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新平台。彩灯家加彩灯，跨界融合，精巧别致的彩灯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也带着更多中国特产、中国制造走向一带一路。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风采。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江姐故里，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中国灯城，自贡，迈上超长跨越和高质量发展快车道。这条曾经的盐运之河，见证了盐都的沧海桑田，半城青山半城楼，构筑起这座国家园林城市的独特风韵。生态文明城市的魅力隽永绽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环境大改善，320万盐都人奋勇争先，走到前列，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片激情燃烧的热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继往开来，创新开拓，书写崭新的瑰丽华章。